到中国的大使馆里。他了解他这种行动的性质吗？他没有问，他只知道我需要这些文件，这就够了。可是他总该知道，他这样做是在泄露机密。我当然不会这样对他说。他从来没有问你他们要做什么用吗？从来没有。有一件事情本庭想要问你。我想整个法国都想要知道。你尽管问吧。加利马尔知不知道你是个男人？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完全赤裸的身体，从来没有。可是他一定曾经想要摸。那个，我该怎么说啊？随你怎么说都行，我并不害羞。你想要说的是，他一定曾经到处抚摸吧？没错。其实他没有，动手的事全部都是我干的，他只要躺着不动就行了。当然，我们的确受到更加完美的结合，而且我猜他的心里一定会想，为什么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让背脊朝天？而你心里也一定会嘀咕，为什么在这20年的时间里，肯定会有个地方会不小心的擦到过，或是去摸到。法官大人，我的任务是让加利马尔深信不疑，以为我是个真正的女人。您要知道，我的母亲在解放前是一个在上海外滩拉客的妓女，因此我学到很多有关于百种男人的知识。那你愿不愿意对本庭讲讲这方面的秘密呢？我想在座都非常想要知道吧。我想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。好吧，第一条规则是，男人总是会对他们爱听的话信以为真，因此尽管女人对他们说一些弥天大谎，而男人总是会对他们爱听的话深信不疑。就像是，哦，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你那个是我见过里面最大的，或者把两句话同时说出来，尽管你如果仔细想看看，就会发现这根本就自相矛盾，因为同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会遇到这两件事。法官大人，我想在您的一生之中，你听过这些话也不止一两遍了，对吧？宋先生，今天本庭审理的可不是本庭一生之中的事迹啊。好好好，我只是想要让法庭变得轻松一点，这个房间有点闷热啊。我想你就继续说下去吧。规则二，西方对于东方有一种不妨说是国际性的强奸心态，你懂什么叫做强奸心态吗？那我倒想问你，你对他下的定义。基本上的一点是，他在嘴巴上说不行，可是用眼睛说好。西方把自己看作是男性，因为他们拥有军事、工业、经济的优势，而东方在他的眼中就变成了女性。柔弱、纤细、贫穷，可是聪明、智慧、擅长工艺，而且难以捉摸。西方认为东方在他的内心深处祈求别人去统治他们，因为女人并不懂得如何替自己着想。这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认为东方国家会屈服于你们的大炮，你们也猜想东方的女人会顺从你们的男人成为最好的妻子。可这怎么可能让人骗得了加利马尔先生呢？我想请你把话讲在重点上。首先，加利马尔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他理想中的女性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深信我是个女人。第二，我是一个东方人，身为一个东方男人，在西方人的眼中，我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男人。宋先生，你是要高论不堪一搏？你认为如此吗？这就是你们和东方人打交道的时候处处失败的根本。不要啰嗦，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加利马尔，他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男人？法官大人，你得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他。蝴蝶。蝴蝶，这会是我最羞辱的时刻。在这个法庭里，这个男人油嘴滑舌，
那么肤浅，完完全全不像是我的蝴蝶。你，对，就是你，白人。我刚才就一直盯着你看。你会是我的蝴蝶吗？不可能。你确定？不是你，你不是我的蝴蝶。你依然是个喜欢冒险的帝国主义者。来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回到这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中国的这座戏院。许多年前我们在这边第一次见到的面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把你的心交给我的那个夜晚，一个彻头彻尾让你世界整个颠倒的夜晚。我们对你们白种男人是不是有一种魅力？你说是吗？一颗微小而恐惧的心不停地跳动。我已经把我的收入奉献给你了。我害怕，我是一个容易羞羞的中国女人。可是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我们的爱情让你掌握在手掌心里，我在我的男人面前无能为力。乐内，我怀孕了，不管我对你做什么，你还是会疼我的，对吧？来，承认吧，你仍然想要我，即使我穿着衬衫和西装裤。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也许，乐内，只是也许。为了我要，你要我，但我也可能只是在逗你玩的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？现在，你想要吻我了，对吗？你怎么会？怎么会这么肯定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我以前的确。来吧，我的小宝贝。我不是什么你的小宝贝。哦，是我弄错了，我才是你的小宝贝，对不对？是我，不。那么，到你的小宝贝这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许我会让你脱光我的衣服。你以前不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以前是吗？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，也许。我现在依然如此。怎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帮助你看穿我的伪装。别这样，我现在不想看。这不都是你一直想要看的吗？不，停下来，住手！你只活在我心里，所有这一切只活在我心里。我命令你住手。你命令我什么？动手。那正是我想要干。停下来，求求你，我要你。你要我？够了，别再拖了。你在嘴上说不要，可是你用眼睛说好。以前每天晚上你说你可以脱衣服，但我求你不脱的时候你就不脱了。尽管我想来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也许我现在正感到性欲高涨。我求你别这样。好，我知道你是。是什么？一个男人。其实你不信。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，知道我的幸福是短暂的，知道我的爱情是个骗局，但是我的理性却不让我知道真相，好让我的等待变得好过一点。加利马尔先生，你的等待已经结束了。真是个白痴。当然了。什么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是个男人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。你不懂对不对？你一直都没有什么幽默感，
让我浪费这么多年时间去爱的，竟然是个男人。我并不只是一个男人。怎么？这不就是你刚刚一直要我相信的吗？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而我现在终于相信你了，你却说你不是个男人，你精神错乱。嫩嫩，听我说，我这20年来就一直在听你说了。我是不是偶尔该放个假？我并不只是任何一个男人而已。那我问你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竟然问我这种问题？好，来，现在闭上你的眼睛，这是你一直最喜欢的肌肤，它摸上去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你脸颊的曲线，柔软的嘴唇，乐内，我仍然是你的蝴蝶，让所有的真实埋藏在幸福里吧。在伪装底下的我，依然是我。来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爱我。对我的欲望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你怎么会犯下这种错？什么错？你让我看见你真实的面目。